露露又饿了，今天吃个大冻梨。我是一个南方人，然后第一次吃这种冻梨，哦，第二次吃这种冻梨。我先尝尝看啊，看都是冰，这个稍微好一点。哎呦，我中药的味道。嗯，看他的水。好冰啊，但是好好吃啊。太冰了，记得给我点爱心。